今天别画了，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练太极吧。不画了，把东西放这儿。我背了这么久，你现在说不画了？ 之前在我家作画，你的技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同龄人。你无法下笔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心境，你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。作画和太极一样，讲究平衡，平心静气。意境就在于心，用心去感受。 万物皆由心生，你无需按照你爷的风格来做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，想你所想，做你所做，将其诠释出来就足够了。好了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回家吧。 明天书画展了，你准备怎么样？只能说胸有成竹吧，也是十拿九稳。嘿，那说明魏楚教的不错呢。你怎么知道他教我画画？大姐，你每天都跟他混，什么都由他，什么都是他，可不吗？反正我懂，我的飘飘已经被魏楚抢走了，我再也没有好朋友了。 说什么呢？什么强怎么强？俗套。反正我真的要提醒你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没，什么都不顺。我怕他影响你，其实影响你没有关系，我怕你影响我，是吧？你自己注意着点，好吧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 无名天地之始已有。好嘞。哎呦喂！我没法学妹，这是明天绘画展要用的资料，麻烦你整理好了以后分发给各系的老师和同学。学姐。 这不一直都是静柔的工作吗？你扔一沓这个在飘飘面前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书画系一向学风端正，直到出了风飘飘这位偷画入学的人，害得整个学院都跟着蒙羞。现在让他为书画系做点事，当做补偿，不可以吗？你们这就是。
有点欺负人。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方飘飘学妹，怎么了？大庭广众之下的，要弄粗呀？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做，让自己姐妹替自己出头。静柔学姐，您可真是当淑女的典范了。